是跟大家讲话，因为我们同时要换谱。大家好吗？然后因为风很大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。因为我们还要放磁铁啊，然后放胶带等等。那刚刚大家带来这首呢，是 The Loneliest Monk 的 Loneliest Monk 这个曲子，这是一位钢琴，就是钢琴大师，我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家的作品。那我在前面做了一些改编，那我们刚把这两个结合一起呈现。因为大家介绍一下团员好了，罗延廷 on flute， 等一下可能会开金口唱唱歌。有玉佳 on bass， 对，有玉佳的粉丝吗？然后 Hitomiki Tazawa on drums， 好，我果然不能一面讲话，等一下我还没有粘完谱，然后不好意思，大家都好吗？你们从下午就来了吗？哇，我还可以聊天耶，我真的可以弄完我的谱吗？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，我想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呢，下一首是我的曲子，叫做 February Sketch， 那它是在上个月，在二月的时候写的，所以它叫做 February Sketch， 现在会怎么说？Thank you.
给这个大家拾音系列，就没有那个爵士哦。之后还有一个爵士的曲子，但是接下来搭配的是这首曲子叫做《星期四》。就是在几年前我写的一个法语，真的是蛮困难的，叫什么？在几年前我写的一个星期系列，然后呢，就是每一首曲子呢，就都有一个。有一个副标，比如说星期一的曲子的副标啊，是就是哎，有没有大家有想过你出生前一天是星期几呢？然后礼拜二，有人说礼拜二，我是先写了礼拜一，然后我的副标就是 the day before I was born， 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，然后我就去查，然后就我出生前一天真的是星期一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这种，不知道这个英文字叫做什么 seven。就是一个不期而遇、巧遇的那个概念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有部电影写这个，然后等一下我可能会开始很想聊天，然后就没有出口。OK， 所以呢，这首曲子是星期四，星期四的副标呢就是 You told me 伊卡维多斯嘛，就是就是说呢，在一个满月的一个日子，那天刚好是星期四，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月亮总是大家觉得可能比较神秘吗？但是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在月光底下 party 是什么感觉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过那么快、欸、那我们再来最后一首曲子啊。好，那为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曲子叫做 Social Call， 我们回到一个比较爵士的 swing 的感觉。那但是呢，在这个最后一首曲子之前，让我隆重的介绍一下大家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罗延平 on vocal and flute， 刘佳 on bass， 今天可以听到张王唱，我是徐云，谢谢 Social Call， 谢谢。
哦，我要介绍其他人，对不起。吴元廷、刘玉佳、刘明义等等啊，谢谢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十一四重奏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啊！像刚刚呢，我们现场的朋友已经享受了一场爵士盛宴，对不对？